搭飞机从空中要下降，看到陆地开始下降，到长沙黄冈机场之后，一路的滑行到天津坪，大概要多少时间呢？这支影片告诉您。很明显的，从机翼的下方看到，已经有看到我们即将抵达长沙的陆地了。那飞机现在徐徐的下降，也可以看到机翼的部分开始有一些变化的情形。那我们就所搭的飞机目前慢慢的、徐徐的要降落到陆地了。着陆了，着陆了，开始着陆，着陆了，着陆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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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飞机。
前往绵阳的旅客，请您携带好证件、登机牌及所有随身行李物品下飞机。到候机室休息，等候广东站再上飞机。下机时，请您向地面服务员领取过站登机牌，谢谢。Get jumping of the flight to Mianyang Station, please. You should take your certificate, boarding pass, and all your belongings to get on the airplane. And wait for the boarding announcement and information launch. Please overcheck boarding pass for board staff. Thank you.Thank you.
大约花了9分多钟的时间就抵达这个停机坪。那以上是 DCR 州呢，在厦门航空的飞机上搭乘从福州飞到长沙的一个过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后会有期。